大家猜猜看我在哪里？没错，我就在飞机上。我要去哪里呢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那么我坐这个位置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紧急出口的旁边，所以说我现在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，就不仅是不能怠慢，而且还要负责整个舱的逃生工作。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要到外面的那个跑道了。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但是我一直还挺坚信的，就是起飞之后的前17秒如果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的话，那么这个起飞就是非常成功的。所以每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我都喜欢靠窗然后数着17秒。好，哎呀，要起飞啦。现在我很激动，因为已经成功的出发啦，成功的起飞啦。今天天气不怎么好啊，这个一点景色都没有，但是等一下等到了目的地那边的景色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。变身成功，我现在在测飞机，化完了妆，还换了一身比较清爽的衣服，拿着我的小箱子去外面等待接我的朋友。这边的机场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那么高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每次回国我都会觉得国内发展的特别的迅速，发展的特别特别的好。下飞机第一个感觉就是挺热的。今天我查了一下这个洛杉矶的天气，大概是22度左右。所以说呢，我现在站在外面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个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啦，以后等毕业了有机会来 LA 发展，可能我就会天天来这个地方。马上就到咯，有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个雾的。我天，好雾啊！这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？真不容易，应该是离这个赛最近的地方，不能再见啦！说实话，这个人有点尴尬，这不能好好的修一条路吗？真的是。现在就
中心的中心，好像拐个弯旁边就是星光大道了。哎，看看看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居然一个都不认识。I'm the next door. 太麻烦了。好吧，不管是在哪里都有人，还有很多 homeless。确实挺长的。这是一个新的地方，哇塞，很有一种古埃及的感觉。刚刚那边是中国，这边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，不记得有没有错。听说从这边可以直接看到那个 Hollywood Sign， 我们先走过去。Sir, would you like to...